佛教寓言故事054。蛇头尾共争在前喻。譬如有蛇尾与头言，我应在前。头与尾言，我横在前，何以足耳？头果在前，其尾缠束不能得去，放尾在前，即堕火坑烧烂而死。师徒弟子亦复如是。言师其老，每横在前，我诸年少应为导手。如是年少不贤戒律，多有所犯，应即相迁入于地狱。